三档起都下班了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穿两双袜子吗？下班以后必须把电源断了。下班去街上买个包，手机天天藏在这里也不行。应该不会滑下去吧？这是我的家乡安徽颍上，风景美不美？看我新买的鞋子好不好看，闪不闪亮？这鞋子也不孬呀，好几百呢，怎么还是这么难穿？我今天又拍了一个下塔吊的视频，带你们了解一下如何下塔吊。这个地方是下天梯的必经之门，害怕的宝宝可以穿上尿不湿。塔吊司机上下班爬天梯是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比如安全绳、防坠器，全程手抓牢，脚踩稳，才能平平安安回家去。看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是如何拍摄的？其实我全程拍摄是看不见脚下的，手机在嘴巴里咬着屏感觉下来的。哎呀，下到地面上最开心了，可以去尽兴的干坏事了。我这工作和你们的工作不同，一跌就是半天，五六个小时。就是这样咬着手机的，你看口水都流到哪里了。